财团法人彰化县慈恩基金会李林慈恩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25号开幕结牌。馆长王惠美甲大家做伙做手工披萨，呼吁所有伫厝内长期照顾厝内人的好朋友，多多利用馆内5个服务据点，提升家己的身心灵健康，予家己更有力量。更加有资源去照顾厝内人，所以我们彰化县政府也致力于在这个让照护人能够稍微喘息，能够有这个更好的一个这个支持者的机构来跟他们做相关的一个协助哦。那我们现在在北彰化有3个点，那在南彰化我们一个是威群，在永靖一个就是在我们二林的慈恩。我们要呼吁社会的大众，遇到问题一定要走出来。不要自己闷在里面解不开，我们希望说透过彰化县政府，透过我们这个据点，能够帮他们解决他们所有的压力。谢谢。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安排专业的人员到厝内指导照顾的技巧，提供喘气的服务，减轻家庭照顾者身心负担。家庭照顾者在照顾上有任何的问题，请卡专线0800-5072-72，或者是查询家庭照顾支持服务中心专线7278-503。公益频道张华韵李林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